今天要带大家来去一间老店铺找好料的。全国时代从二十年开始的，安尼就是西元1871年啊。白糖酥啊，这是啥？奶油酥、老婆饼、沙司饼，这是叉烧饼。这间叫做万全号，伫台南是一间非常老牌子的饼铺店咯。当然，唔是干那古早味尔，嘛有真侪现代的口味哦。哦，啊，我细汉咧食的金蕉饼，阁有哦，使人怀念的海绵蛋糕。做松饼啊！对啊，你来讲，伊来，我们捌食过啊，内底用果酱哦。嗯，伊内底是黑豆西啊。黑豆西哦，哦、嗯，这是凉糕，杏仁粉外口的哦，超迄个黑豆西，内面来底做啊。是面茶。哦，这足久唔捌看过啊，面茶啦。松饼，全台湾台南才有呢。碰饼就是以前台南人咧做过来的饼，毛人讲或者熊饼，哦，烤酥饼。你讲啊，咱要互人烤酥饼食，这规盘地，物件就是因为作细地，两样那无共。我在这行的，你要看，哦，叫烤酥饼。麻辣味道。炖制，哦，这古早古早时代的味啊。是红炖锅，迄个。水晶饺，万川的万川号，万川的水晶饺超好吃。水晶饺的外皮是用番薯粉做的，所以看起来真透明。刷咧，伊的内底放的就是肉夹加着笋丁。要热的吗？嗯，要热的吗？热的。哎，先来搅完哦。哇，够有哦。啊，这是。那两分钟好了哈。哎，这个是有蛋的吗？这边是有蛋的，这边是有蛋，这几颗是没有蛋的，这几颗是没蛋的。啊，有蛋没蛋你怎么看外表？中间有圆圈圈就没蛋的啊，下一个就没蛋的啊。哦，中间有圆圈圈就是没蛋的哦。哦。包开箱文，这完全好的哈。啊，看看内底讲有两无两差哩，对，你就看个足清楚的了。我在这里包啥？两个啥？大片香菇卡的。嗯，哦，所以无怪这个因的啊，因的这个肉包特别好吃。石头红菇粿，哦，啊，这是乌汤糕，乌汤糕满汁也有就对啊，哦。古月饼，就麻伊就有迄个好笑味的，白糖酥，这个叫做料饼。汉姓饼，今麦过来叫做虾米肉饼，伊是用着当归条加上虾米肉酥，甲伊做做是啊，食起来滋味真清爽。啊，这个就是台式的马卡龙，啊，伊嘛有台语名叫做牛肉，甲着胡林卡，台式上是日本时代翻译外国的名，留落来给台湾人的发音。嗯，万川好食。